就跟您聊天呢，除了你个性特别的开朗以外哈，就听嗓音能感受得出来特别亮。是的，老师，这些都是靠我练出来的，我已经练10年了。对于各种不同的唱法要反复练习，这样就会拥有一副很亮的嗓音。我非常喜欢一些经典的老情歌，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老情歌是最有味道的。你这么喜欢听他们的歌，你能不能选其中一个作品展现一下？可以啊，上面这首歌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情歌，我用男女声来演唱这首歌，恋曲1990。加油。转变。
心。